汉语集团总裁 Philip Hu 详述什么是 RMD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及其计算的方法，并分享养老规划方案的重点及需要规避的问题，生前生后都需要合理的规划。GMCC 万通贷款资深贷款顾问 Iris Fay 分享15000的贷款援助计划，以及万通明星 CRA 零首付等贷款项目。2月17、18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:30，与您共享娱乐漫谈知性好时光。